据台媒报道，福原爱、江宏杰夫妇最近节目中两人不停放闪。福原爱为了实现老公写下每天1100下心愿，因此一有空就嘟嘴亲下去，被网友称每天像拍偶像剧。日媒也争相报道，福原爱与江宏杰小夫妻参加节目却被日本网友批评，小爱原本就是这种人吗？恩爱是好事，但是一直在别人面前这样好吗？从小看小爱长大，觉得这样好恶心。各有网友表示，这种节目就不需要进口到日本了，拜托不要在日本播出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